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凯哥。那今天呢，我很开心被 Burberry 专门邀请过来参加一个私人的晚宴。It's really lovely. Yeah, the food is great. It's good that they have like all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to help celebrate and ring in the new year and to meet new friends. That's awesome. Yeah, look at our clothes tonight. Yeah. We're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urberry tonight. Yeah. Let's just dance with this music. What music? I don't know.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ey are playing, but just dance with them. 这个晚宴的规格呀是非常的高的，主厨呢也是由我们 Top Chef Canadian Cesare Law 专门过来给我们做饭。他也有讲到啊，其实这样的饭菜做起来呢非常的难，但是呢为了这样一个漂亮的夜晚，他也愿意来为大家亲手主厨。Cesare， 能不能告诉我，像今天这样一个非常 private setting 的一个 dinner， 你坐下来感觉怎么样？刚刚开始有点紧张，因为是 Burberry， 而且是 Canadian Flower Winery。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有点小小疑问，可是就越做越有心得。我说他们来是吃我的菜，对了，只要煮的是我要吃的，我开心，他们就会感觉到我的喜悦，我的手艺，是吧？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呢，我们也有非常名贵的酒庄来给我们提供很多好喝的酒水。当然了，也是为了看我们这些非常漂亮的 Burberry 的红色的春款，因为现在也到中国新年了嘛，所以说它的这个2024的春款呀，也是我最最喜欢的款，就是一些红色的，有 Water Rose， 还有呢就是他们其他的一些红色的 Pattern。好的，那现在呢，我有请到了我们非常漂亮的酒庄的女主人 Alan 和 Sherry 到这边，那 Alan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酒庄呢？哎，我们的酒庄呢就在 Westminster Highway 跟七号路的这个位置，地理位置是很方便的。我们随时准备为大家做好服务，来品尝我们的葡萄酒。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三个人穿的这个衣服，对，非常非常的应景，也是为我们中国新年还有 Burberry 的新款，对，一起给他们打 call。如果你也是喜欢时尚，同时呢也是喜欢漂亮的衣服、漂亮的美食，那请关注我、点赞以及转发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关注凯哥，让你对大温地产了如指掌。